马桶漏水找原因这个一。case 呢是在 Mississauga，这个马桶呢在漏水，在哪儿漏水呢？哦，哇，这么多水，哪儿漏出来呢？是从这儿漏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水阀坏掉了，换掉它。换它的前提呢，先要关水的总闸，不要忘记，忘记的话就完蛋了啊！这个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可能会把这一条都给换掉。把这些呢都拆掉了，这个阀门呢也拆掉了。拆掉之后，这个水呢该滴呢就都能滴干净了。然后把这个呢。用这火枪给它搞出来就行了。现在呢，给它卸下来了，然后并且打磨得干干净净，不要有没有打磨下来的一些残渣，这样的话就会装上去之后就有可能会漏水的风险。现在都换好了，然后关一下，看一下，可以啊。